哎、欸，欧姐，哎、欸，上次那闯空门的案子办怎么样了？哦，嫌犯已经招了，paperwork 弄一弄的差不多。哎呀，不错呀、啊，你晚上请你吃宵夜。好、哦，谢谢欧姐。啊，长官好。我们在上面发现了新案子，看一下。没问题，是什么样的案子？最近 Berkeley 查获很多伪造绿卡，我们怀疑有人在伪造贩卖。绿卡？有什么线索吗？唯一的线索就是查获一张假绿卡的时候，那家伙的皮包里有一张西咖喱酒店的名片。西咖喱酒店？那不是那个专门招募男大生去当牛郎陪酒的那个日式酒店吗？嗯，虽然不知道他们跟假绿卡有什么关系，但你就先进去卧底调查的。真是事关重大，交给你们。谢谢长官，放心交给我吧。哎呦，考完 midterm 累死了，还要来上班陪这老人聊天，烦死了。Please, it's not like it's your first day at work. You should be used to this by now.哎，好了啦，我们还不是都是为了还完学贷才来这边上班的，忍一下，我们好好陪客人喝酒聊天，这样我们才会早点赚够 ，OK 吗？哎，跟你讲，上次有个 OKU 姐啊，她说要跟我结婚，会养我哎。哎，对，这我不就有绿卡了吗？哎，我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我们都做这行这么久了，还会晕船？说你读博客，我真的不信啊！哦，你才是哎，丑不拉几的，没有人要包养你就嫉妒我。你呀、啊，不要每次吵不赢就说人家丑，只会说人家丑有什么用？那、没办法，就长我们两个怎么办？吃饭不合身，不要这种颜色。我刚刚好久没有啊，就这样。快看看这是礼拜的成绩。哎、吃那个。吵什么吵啊？我开的是酒店还是托儿所？赶快出去准备！对不起！哇，俊赏好帅哦！今天心情好，花花来开瓶最贵给这位美女喝。嗨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ね。哇，旋风上最近又变壮了哟。Yeah, you like that, don't you? 啊，我喜欢。OK, 姐，好久不见，你又来找我了。今天要开几瓶酒给我喝呢？我的包单宝贝，姐姐又来找你了。啊 ，OK, 姐姐，再不想努力了啦。宝宝好想你哦，今晚要跟宝宝多喝一点哦。来，姐姐，我们这边坐哦。你们照顾一下哦，我去倒酒。姐姐，你最近的头发好好看哦。姐姐，难得回来，是不是要多开几瓶啊？好，那就开最好的。花花，麻烦你了。酒来了，来，摸摸口姐，我陪你喝。好，来，我敬你。花花，我要酒。来了来了。哇！花花，酒包怎么跌倒了？各位，这是我们新来的酒保欧牡丹。大家好，请多多指教。新来的有问题，欢迎随时问我们。嘿，好，谢谢大家。
终于下班了，今天的女的好聒噪，一直讲话，累死宝宝了。算了，宝宝下班了。哎，牡丹，最近还好吗？做几个月了，怎么样啊？哎，对啊，有碰到什么问题吗？是没有什么问题啦，大家都很照顾我。不过，嗯，怎么了？哎，我一直很好奇，这边的人出入这么多，都不会偷做一些不合法的吗 ？You know， 你赚比较多的。哦，不会啦，哪有人敢啊？被僵尸妈妈抓到，一定死路一条。嗯，对啊。如果真的有人要做什么不正经的事情的话，应该也是僵尸妈妈自己吧？她跟那么多黑道帮派都有关系，这个人真的不简单。Yeah, even I'm intimidated by her sometimes. 啊，这样吗？怎么可能啊？妈妈那么 nice。哦，餐厅忘记拿我的钱包了。还说好，那我先回家了，你自己走，小心。哎，Ian，那伊卡里的荷包单有点怪怪的，你去帮我查一下他。我先去查那个妈妈桑。嗯。